阿姨啊，你到底是怎样讲 Q 的啊？你哪知我是哪个？你搞空的啊！我从来都冇跟你见过面。我有哪样杀鸡，我唔信吗？就是你啦，卖个假啦！我哪样哦，滴点我都见了，他干嘛笑话笑话？你就是文青，对啊，我是文青啊！你干哈变成这只熊？你看得出来啊？细汉跟大汉，你拢无变吗？无啊，我拢看看你看。我做这样子样啊？咋知影啦？找到我的这个小弟，这尔白目，我嘛要来找两间。阿兄，你都无了解，阮为着要救你呢，你真千辛万苦呢。迄就是知影你这人个性正挺强啦。所以啦，我才拜托这个美瑶小姐呢，送解药给你。啊，你是安怎讲欺负啦？我当时咧讲欺负啊，哈，只不过伊真狡猾尔尔。我啊无安怎样啊？我干老个欺负，我是个照顾。照顾？那要给你照顾？啊，就亲像顶下我给你照顾安尼无？哈？你讲我嘴贱起来了？阿兄，你做了真好。嘿，我笑。哎呦，我阿兄真正咧给你照顾的啦，你莫安尼死啦，莫再生气啊！好啦好啦，算啦，你娘子已经烧人啦，啊你有欢喜啊吼，正好你的爱人买金哦，买金啊，我已经先做对啊，谢谢。我无我代志啊。哎呦，莫安尼死讲，那无你的代志。好啦，正好你娘子会当团圆啦。哎呦，啊你讲到安尼死，你讲我祝福运，啊你的面哦，一点都无讲祝福。没有，祝福我咧。我先祝福。对啊，那边臭屁，你讲个笑话，你搞我笑死！哎哎哎哎哎，这个全全全全全，这么这么多，你姓熊，你姓熊，敢敢姓我？对，你来讲哦，这哦光线足有诶，你是叫做黑暗路，你嘛卖敢那倒置诶，看无？你这白带鱼诶，查某啦！我讲你头壳拢头壳拢白带鱼，等下等下，我怎么有代志有代志？你是讲你啦？姓我诶，姓我，啥人姓我诶？要全无解人啊！我姓我，无解人就是我无解人，啊啦，啥物代志？健康话讲。小皮卡，耳啊耳啊，来，就甲吹吹，吹吹吹，小心乌鸦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我嘛是无解啦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姓吴，我嘛是住伫吴街人啦。你讲啊，嘿，这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个代志就是安尼。变声的啦，别教育啦。卖旧囡仔，你已经可以用安尼这大声，你是要来消音啦？是啊，大个啊，你也知影呢，假情有你呢。啥物假情有你？咱只嘛是同一个番呢，啊，但是若讲出来，人就发现咱伫遮呢。你咧讲重点，讲重点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明仔载我讲，你再来咱四个呢。你免拍只警外警长，啊，算唔知啊？迄奸王哦，拍了屏幕也知影，大头消息咱伫五界所在，好，只嘛就讲五界，我今日来去讲咱的所在，因老母话我该行事，哎呦，迄朱天贵，迄臭小姐，你来讲五界小姐。